这个球出棒打到的是中间方向的飞球，后退在全垒打这边，结果上去了 ，solo home run， 林奕璇从强纳森的手中敲出了个人本季第八号的全垒打，阳春炮打破了僵局，也让球队啊犀牛现在是取得2-1啊一分的领先，这也让林奕璇现在在中职的全垒打排行榜独居第一，超越了他的队友 Manny， 还有同一师的陈庸基，八支的全垒打联盟第一名呢、啊。没有感觉他年纪大，哎，真的，我这个中继的角色扮演真的很棒。林奕璇这个球打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的飞球 ，See you later again， 再来一支全垒打，又是一支 solo home run， 阳春炮林奕璇单场双响炮，哇，今天神拳呐、啊！打了两支的全垒打，都是在垒上无人的时候敲出的全垒打，阳春炮两支，哇！这场比赛呢，两支的全垒打，本季第九轰，也帮助球队3-1领先了。我这打剑哦，不加俄罗啊比赛。嗯，哇，今天太猛太厉害了。哇，面对这种中心打者，你球一高起来真的很危险，而且林奕璇这个球又是打反向的，